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我们的登贵讲师在水陆法会，我们在这边遇到您，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素澳道场林登贵，欢迎大家来天坛这边。今年哦，师父特别恩准，有来这边的可以上天坛去做一个拜老祖，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上来天坛这边来拜。在我们水陆法会的天坛的部分呢，都是由我们素澳道场的圆智法师带领我们的义工同修在这里护坛。那往年是都不开放吗？在平常的时候，还有水陆法会天坛没有开放？基本上天坛在法会期间是比较少开放。那今年师父有特别交代，欢迎各位贤同修可以上去到天坛来做一个祭拜老祖，拜我们的上面的神活菩萨，开天九大菩萨都在里面。那以往也都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特殊的法会的时候我们天坛开放，也欢迎同修们把握这一次的机会。那在天坛水陆法会期间，天坛的护坛会有哪些法务，可以请登贵讲师跟大家说明一下吗？在法会期间，最主要是因为天坛是师父在做一些法事啊，或者说跟神佛在做一个交谈，或者说写一些经典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地方是要很清净的，而不是随便可以让人家进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天坛做一个把关，你可以上去的人或有哪些人可以上去的事物的交代。那另外就是在天坛今年事物有设那个在天坛在诵经，早供、午供还有晚供都有，所以今年我们在准备他们要诵经之前的一个斋串来供养，还有供养水果啦，我们奇果那等等的一些法物，那最主要还是要守好这边，因为天坛是一个很清净的地方，所以禁止一些喧闹。所以在这边要做一个管制。我来到天坛前面这里，看到登贵讲师，我的音量也要放低一点，很自然的就要肃穆起来。那在天坛的法会当中，在这次水陆法会也有师父特别设一个祈福的坛城在这里进行。是大概多久的时间呢？连续七天，一样全程都有。今年是全程都会来圆满。所以也会跟着水陆法会一起。对，因为这个要看师父啦，因为天坛不一定每年都会一样的一个供养的都不一样。我记得在之前我们天坛的坛城有在水陆法会当中有供养八仙，连续三年供养八仙的一个斋宴。是有，
那今年上面还是有供养八仙啦，只是今年是不是在这边办，还不是很清楚。这还不是很清楚。印象很深刻，我们还要摆桌，对不对？对对对，是很非常非常殊胜庄严的一个盛会，然后跟八仙在那边一起来整个聚餐，是、非常好的一个。那一年我也参加，你也有在，我没有参加，不错，你没参加，好可惜，非常好的。那一年还没有机会参加到我们天坛那一次供养八仙的盛会。我记得我在外面有看到，有我们的八音锣鼓喧天，在这个时间。是的，是的。那晚上到在这边做一个锣鼓升天，非常热闹。对，那现场里面师父也有敬八仙的一个法仪跟动作，然后就觉得哇，相当殊胜。还有我们的主要的住持法师都一起在里面。是的，是的，是的，有八位代表八仙，然后整个空的八个位置跟八仙一起来敬酒了，一定要让八仙醉。在每一次，我们的水陆法会天坛有不一样的法仪。那如果同修来到仙佛寺，来到天坛，那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香礼拜，请登位讲师邀请大家。非常欢迎，各位贤士同修有到我们仙佛寺这一次的水陆法会的时候，可以来到天坛到天坛上面来拜我们的老祖师尊，然后开天九大菩萨里面的诸佛菩萨，非常殊胜的地方，欢迎各位贤士同修。谢谢，今天也谢谢我们的登月讲师，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师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称呼师姐？姓子必姓陈。陈师姐也是我们的苏澳道场吗？对，苏澳道场，对。所以说师姐在今年的法务工作也都是在这里来服务。 对，全程的，全程的。哇，对，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师姐也都参加我们水陆法会很多年了哈。很多年了。我们是第几届？16届的。哦，很资深，但是没有继续没有继续读下去。但是在法会义工的时候师姐就会回来。对，回来，对，来这里，是那个老祖有，就很灵验的，真的。最当初早那么早的时，这么久的时间，是怎样的法缘跟师父结缘？就是十几年前的啦，19年前，也是那个严志法师介绍的。是，对，是来第一次来进仙佛寺哦，一踏进那个大殿哦，就大哭一场。你有印心了，对不对？对，有感应了。师父跟我们讲说不要哭，不要哭。是，对，有想到那个时候，然后心里的感受就不一样。对对对。所以我喜欢在这里。不好意思。不会不会，有时候师兄师姐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有印心的感觉，都会很自然流露出我们的眼泪，然后来表达我们的感受。对对对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跟老祖跟师父圆智法师结缘到现在。结缘到现在，对。那中间呢，有很多师父所教的一些妙法，或者是师父开示的心法，师姐有没有印象哪些？就感觉，如果是我们有冲煞到的话，那些那个七宝很好用，还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对角，房子对角那也很好用，真的。房子对角是指房子不如法的时候。不如法的时候对角那也很好用，用师父的法很好用，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比如说我们床头有对到我们，用那个用师父的法就很有用，就把它贴一下就很有用，对，真的。是我们的金刚大法印的部分。对对，那
小孩子晚上会哭的话，嗯，也是学师父的那个法跟他说经，很有效，真的真的很有效。是咧顾孙的时阵，嘿嘿，伊来咧爱考的时阵，啊，就用书教迄招啊，啊，就安尼家修经修修，就足有效诶。可以跟大家分享师父怎么教导大家的吗？师父，我不要讲，谢谢你啦，谢谢师姐。我就感觉师父教的很有效，就真的嘿，很感应。我们孩子照顾孩子照顾家里有很多困难，那困难要的解决就要有方法。对呀、啊，都是学师傅的方法来解决、啊。嗯，刚刚师姐提到的七宝呢，嗯、我们的金刚大法印在各分寺道场都可以来结缘、嗯。对对对，嗯，然后我们的道场的神职人员也都可以跟大家说明如何在生活上来使用。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师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拜拜，拜拜。我们在水陆法会当中来到我们五百罗汉的坛城中，遇到我们的李茂昭师兄。各位信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是，刚刚师兄特别准备了零食要给我们微信同那个电视台同仁补充体力。对，这个吃了会怎么样？这梅片吃了生津止渴，然后漂亮。哎，可以可以，对，可以生津止渴，然后可以滔滔不绝。这个我们来采访完之后，我们再继续补充。想要请林师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年我们的法务工作，还有这边今年是哪个道场在进行？今年我们中立道场负责，龙藏这边是法华坛跟，华严坛啊，法华跟华严两个会搞混啊。然后我们这边的区域比较广，从法华华严里面，然后到一直到大佛。还有那个四大天王，是，然后偶尔会支援一下那个基隆观音那边的香火，这样区域非常大耶。哎，因为我们这边还好了，活动的动线蛮，不会很复杂。是，哎啊，因为那边要管那个楞严坛的人比较忙，有时候会忽略到这边，那我们就稍微支援一下，就没有问题。那在这边的坛城法华华严坛，平常我们的信众同修比较没有办法来到这里里面参拜，因为里面有法师在看经书，一般都在门口礼佛而已。啊，多数都会在那个大佛前面礼拜。嗯，啊，他们对大佛就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个他设计成这样子？那如果因缘刚好的话，我们有刚好有空，我们就帮他解说一下，啊，让他们了解说，哦，原来仙佛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像昨天有个信众就讲说，我以为仙佛寺就是一间庙而已，没有什么。可是听人家一解说才知道，哇，非常的深奥。我说禅机本来就很深奥。嗯。好了，至少说就随顺因缘嘛，那我们随顺就是说法啊，大家能够对我们的宗门更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这个部分很重要，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游客们是因为打卡的关系，然后知道了仙佛寺，才发现哇，我们仙佛寺这么广阔哎。很多人是打卡是一件事了哈，还有很多是因为学员的正道，正道之后他觉得有这种东西吗？他很好奇，他才会来这边去参访，然后寻求答案。嗯，那很多人。在得到答案之后，他是很法喜。是，那像今天有些人去法会也是啊，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沟通的，那我们就教他怎么做。嗯，那他能够把到醒杯，他是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讲解举例说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跟莲位禀报，或者是跟神佛禀报的一个技巧。哦，一般我们第一个先到大殿，一定先向天公炉或者是我们的前面的大佛禀报说我是住家哪里什么人，我今天要办什么事，对不对？然后呢，之后呢，再把各香炉的香都供上去之后，各牌位的香插上去之后，把手空下来，然后再到各的牌位去禀。那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要仰仗佛力，一定要说哦，一心奉行老祖师尊慈悲牵引，
啊某某人的某某谁的啊冤亲债主啊或祖先来坛城听经闻法，啊那时候供养，然后如果有道的话，就慈悲那时候四圣杯一个，这样子来沟通就很简洁明朗了哈。否则你讲一大串，重点没讲到，那这个杯就一直不显现出来，他就很烦恼。他就想，是不是要跪下去才会显现出好的杯？我说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讲的不够清楚。那有的是要为人家代禀，啊，代禀他本人没有来的，那你替他代禀，那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要讲清楚。很多人只是说我这个发露爱心，我是哦替某某人禀，讲着什么关系没讲，有时候他的冤亲债主，不好意思纳受，所以一直站在那里不归。好，所以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要以后我们信众啊跟他沟通，就是说你在简洁啊，然后重点要讲出来，这样子，因为人很多，我看那个圣杯丢下去有时候找不到，对，所以要讲得很简单明了，这样子比较好沟通。是，在师父也有曾经开示说，在灵魂界呢，其实他们也会很拍摄，那边不是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不会过去的。对对，所以哈，有时候我们替信众在服务的时候。当然，有些人要为了经济上的关系没办法亲自前来，那我们要帮忙如何把这个桥梁建立起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而不会承揽到他的业力，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否则你替他讲了老半天，文书也念老半天，好像你替他承诺，到时候当事人如果做不到的时候，这个业力你就背不起啊，啊，就会发生好像说公心变属助嘛，啊，所以这个地方。以后如果信众来，我们希望能够多加强，啊，让他能够心满意足、心无挂碍的啊，把这个事圆满下来。而且其实，在我们的人间界，如果话讲不清楚，也很容易变成什么公亲笨属住的一个情况。对啊，会产生误会啊，是不是？好，啊，像今天有一个，他就是一直没办法有圣杯嘛，哈，那后来我就教说，你的冤亲债主好像比较不容易接受，后来我就请他念忏悔文。好，往昔所造诸恶业啊，把心静下来。那忏悔之后呢？这个碑就改变了啊，就显现出来了。而且他有送了一些经典，你要禀明我送了多少经典，仰仗佛力回向。他就觉得这样功德很多啊，应该可以的。他就赐一个圣杯给你，这样就 OK 了。嘿，有很多法会，很多小细节啊，你去忽略的时候哈。这事情是不大容易圆满，所以你要静下心来慢慢想哪里有缺失，好，是我讲的不够圆满，或者是我带的礼物有带来没有讲，是不是不给他，好，他都有可能在法界都有可能这种疑虑存在的哈，那如果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我带了多少经的功德啊，我要化多少三宝师给你，那我很虔诚的忏悔啊，因为以前不知道做错的，那今天仰仗佛力啊，希望能解冤释结慈悲纳受，这样子。很快事情都能够很圆满，是有很多诀窍，师父在教导我们的过程，也借我们的同修呢来传达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师兄来跟大家讲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怎么称呼师姐？我姓王。王师姐，哎呀，啊，刚刚是带家人一起来，对呀，我师兄还有两个女儿，嗨，然后他女儿很害羞呢，对呀，是不是？很多年都没有来嘞，很多年都没有来，以前也有，那今年特别来到贤佛寺了，对，先把那个祖先的个灵位啊安排好，我明天要来做法工了，哎，先把这些哈个人的冤亲债主还有那个祖先的先。安顿好了，处理好，我们再来做法工，很重要。我把家里的部分先安顿好，才会安心的一起来做法工。对呀，明天我就来做法工了。我们今年桃园道场是在梁皇堂，梁皇堂的部分，对，会有哪些法务会现在知道吗？哦，那就是那服务那个法师啊，是，就里面的。前两天我们有到梁皇坛去看大家的准备工作，4月21号有来打理那个环境啊。有，我们在微信新闻都有看到你们的照片呢。是啊，我没有看，不晓得。要准时收看微信电视台，要看那个漂亮的
师姐，谢谢师姐的支持啊，谢谢，还有我们的袁馨主任在国际新闻的部分，对，袁主任哈，嘿，袁馨主任，那师姐今天的法会文书都禀报好了吗？哎，都 OK 了，都 OK 了，所以才带着师兄跟女儿，嘿，来祭拜祖先，还有那个老祖师尊，啊，两个女儿看起来很漂亮哎，她们多大了？很多喽，很多喽，哎呦，这个可以讲吗？可以讲单身吗？哦，欢迎我们大家来认识，这样子。对呀、啊，那婚姻怎么那么暗呢？请老祖师尊来签好姻缘。我说你不够漂亮，没有异性缘，哎呦，妈妈很担心呢。太漂亮了，很漂亮。那个什么，元芳元。袁馨主任吗？有时候你帮忙、啊、帮忙，哎呀，帮忙一下。来，请老祖师尊签个好姻缘、啊，来让我们的维新同修来有个缘分来认识。对呀、啊，这样我们就比较没有挂碍，是，要不然就是为了小孩挂碍哦。嗯，父母都是这样。对呀、啊，烦恼自己身体就欠平安了。真的吗？啊，小朋友还让你们那么烦恼。就没有成家妹，还没找到好归宿啊！快点哦，后面的妹妹们加油！啊、也今天谢谢师姐，好、啊、谢谢 ，OK， 谢谢帅哥美女赞，谢谢赞。圆达法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水陆法会看见您带着一行我们的同修们从哪边过来？金门啊，我们从金门过来，很高兴在甲辰年水陆大法会，我们来恭祝老祖圣诞法会，以感恩的心啊，圆达带贤士同修，总共一行有26位，从金门昨天来这边啊，早上做法工。奉化三宝师，那早上下雨，大家也做得很高兴，欢喜心满满哦，很高兴来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谢谢。很开心，因为我们才刚从金门回来不久，上个月嘛。对对，没错，才从上个月才从金门回来，但是这边也早上天气下大雨，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佛光普照，哇，让我们感受到老祖师尊的慈悲威德力，让我们感受到哈。那同修昨天尤其看到太极音那个我们的太极天龙教主的那个光音，哇，感受到特别的不一样。那很感恩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加持护佑。很难得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天象，也让我们遇到了。对对，确实在法会期间能遇到我，参加法会27年，第一次遇到太极天龙教主的光音，整个在整个禅机山视线、啊、所以代表老祖诸佛菩萨都来加持护佑。是，我们后续在看照片呢，边看就觉得哇，这根本就是我们的 logo 的一个图案。对 对, 對，是我们的太那个宗迹哈，维新圣教的宗迹，那里面已经视线要我们就是以平等心，它一边阴一边阳，我们应该用融合包容一阴一阳之味道。那老祖师尊师父都有开示我们，学易经本来就是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就像我们维新圣殿里面的对联一样。所以我带同修来参加法会的时候，我都会请他们一起跟我共念对联，这个很重要。维新四宗，为国修道利人天，为民祈福定太平。是很有深远的意义、啊、那我们也希望今年整个的诵经800万部，大家都能同心协力圆满这个天命。在水陆法会的有很多的药物呢，是我们很多的法师讲师一起带着学员们一起来当义工来完成。今天我们的20几位同修来跟我们的摄影师打声招呼好吗？阿弥陀佛。今天非常谢谢圆达法师带领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圆芳讲师，好，欢迎大家来金门道场，金门道场，赞。